你累了。你妈电话给可怜啊，我别原谅你呀。哎，侬哦，唔知呀，现在新闻到，现在早人还嘛真困了呢。我有些人啊，爬起来一个爬过一个，爬到大，各位大汉，一直爬爬到今啊，才知影外口欠济走人济，啊，我嘛互勉强的啊，足无奈了。啉烧酒就毋紧困，我定讲过去。我嘛无想要安尼。我也想要做一个专情的男性啊，啊，不过查某人都不肯放我煞，哪有法度？我在上海放荡几十年啊，到伊靠岸才知影，在外口欠遐多感情，侪伤害着我的查某人啊。大概我看到韵如气不破，袂安心，我就足歹势啊！看到伊伤心流目屎，我嘛唔敢甲切，拢是我害的。唉，少年怕残啊，一个怕过一个。欢喜就斗阵啊，无欢喜就切啊。就算讲伤心流目屎嘛，查某人的代志，我也无关系啊。啊，哪会去拄到韵如啊？愈做伙，就愈想要甲疼。逐个人看伊食醋，伊若愈加愈。就代表伊愈要紧我，我就愈珍惜这段感情啊！啊，嘛唔知是安怎呢？应该是因祖妈讲的啦，都是哪里啊？就对啊。我要紧甲过去的查某做醒醒。我要好好经营甲因的感情啊！不过即摆阮的感情敢要拍歹啊，因要打底啊！唉，不要紧，我酒店忙底啊，我就甲伊劝，紧来个查某人坐行行的，阮的感情啊！来，愈困愈久，愈得志啊！这是你讲的哦，你阿讲的搞错的搞。我咧跟你讲话，你是有咧听无？讲讲遐尼济，也毋知是真的还是假。地动啊！哪个地动啊？啊！一天天的地动啊！救命！啊！你是超过伊设计准男，可以认为你才是伊的亲亲妈妈。我啥都不要你做，因为准男也认为你是伊的亲亲妈妈，伊就想尽办法维护你。我若要对付你，我就爱顾虑我甲伊还阁有另外一层关系，因为我是伊的小妈啦。我若对付伊的亲生妈妈，蒋家就会起风波啦。所以俊男就是你藏伫个蒋家的保险，让我无法度出手对付你。甚至讲，这口气我若吞袂落去，
我就离开蒋家，离开昆布。你认一个后生，开一个敌人，对你来讲真会好。你讲得真有道理啦。啊，不过我自头到尾，我都无想要利用俊男呐。啊，若无这个病，我早就拍出去啊啦。何俊男，艾莉退出议员的选举，啊，搁有何戴维麦继续调查都市计划的代志，去我后卡，你讲对无？你唔是无爱拍俊男这个牌啦，你嘛唔是咧威何俊男，你是唔知影有这个牌通啊拍，麦搞话讲啊遐尼好听啊。我当时唔知影有俊男这个牌会当拍，蔡依如是怎样想，还是故意讲话要试探我？你是咧想啥？你讲啥我听无啊？我当然要好好想看卖咧。我讲俊男唔是你的后生，你只是利用俊男，予伊认为伊是你的后生，安尼讲有清楚无？爸母仔囝的关系，你讲的无准算。爸，那安尼，咱会当做亲子鉴定。卡说来当证明你甲俊男无任何的关系，那安尼，你就要开记者会，用蒋家的人顶头回失礼。而且包括我的款款啊，你完卖走。卡说你来当证明你是俊男的亲生妈妈，那安尼换我包括我的款款的你完卖走。甚至我会当逐工叫三顿来你的办公室，给你扇嘴皮，甚至包一个大红包给你，你敢敢跟我输赢？我无欠钱啦，扇你的嘴皮，那才着我的手啊！我无兴趣啊，骨卡酥碎啊吼！一场会赢的叫你煞唔敢播，我是要讲你善良，还是要讲你心虚啊？做人的妈妈做甲遐尼无把握，你规气承认你唔是俊男的亲生妈妈。哎呦，玉如啊，你来到来家啦？阿丽咧，你是安怎会来家？我来找你啊。你要哪会知我伫咧家？是这个爸爸甲你讲的，伊向你讨救兵哦、喔。无啦，煞唔知我困醒咧找无人，啊心内足空虚的啊，啊目睭一开哦，就想讲你大概伫家哦。啊，唔就进来看卖，啊，够有影嘞，嘿嘿，甲想的同款，平安，咱先来食饭。好啊，啊，不过你要等我把这个白蜡的小鬼仔卡听完，再搁讲。今日你要把我带走啦，有几工啊啦？啊，歹势歹势，平安，咱先来走吼。还是要走啥啦？你要听我，是要听伊的啊？你啉烧酒醉，讲到真要紧我，结果酒醒啊，拢袂记的是吗？无啦。无。你就静静徛伫了边仔看我处理代志啊！俊男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后生，你是要成真无？我无需要向你解释啦。啊，不过昆无已经向阮解释清楚啊，伊已经有讲啊，你不是俊男的亲生妈妈。你若不爱信哦，你会当家己问伊啊。陈坤嘛，即摆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代志参像伊讲的安尼啦，我拢甲大家解释啊，囡仔嘛拢知影啦。你在这里搞话啊？哪有法度啦？迄协调会议结束，我顶下厝压力偌大，你知无？迄囡仔哦，大家目睭拢金金掠我看啦。啊，运如果伫咧赛圣地啊，我本来想哦，找伊囡家哦，这个代志过啊，后来再来甲解释了。啊，哪会知影伊就一直烦讲要搬出去啊！啊，伊若搬出去袂转来，我无讲干明的。啊，若无，我暗时一人要哪困得去啦？交代你的代志，你又办袂好啦！你莫甲我解释遮尼济啦！好啊啦，莫搁对坤无大细声啦！即摆代志已经真清楚啊！你就是逼坤无甲你做伙设计俊男，予俊男认为讲你才是伊的亲生妈妈。你真正有够过分呢！为着家己要好做代志，保护家己的政治前途，连破坏人家庭的第三者，你也敢做？我无设计俊男呐，是莫名其妙走来搞我认错，我是伊的亲生妈妈呢。对啦对啦，是哦，俊男听我讲烧酒话，啊，唔只误会讲哦，爸爸是伊亲生妈妈，迄甲爸爸无关的是我的问题啦。你是你着啥？要若无想到这个爸爸会去甲俊男讲，
应该当作伊家己囡仔同款。居然写一篇报道，讲叫我互人压去呢，啊，因爸仔只敢硬吵人啊！我若是无想办法，让俊男哦较站着嘞，伊只敢就搞找人啦。借口，你就是尊心不良，你就是利用坤某对你的亏欠，所以你才会逼坤某，让俊男认贼做老母啦。甚至坤某讲的遐个小酒话，拢是你逼伊去甲俊男讲的啊！我讲无就无啦，要承认歹承认拢袂要紧啦，反正我已经看破你的骹手啊。我无可能阁让你来破坏我的家庭，也阁有，你甲坤某囡仔的代志，我一定继续查落去。等我把囡仔的身份查出来以后，我就利用这点，结束你的政治性命。你甲我讲，恁这投资计划后壁建商是啥货？啊，你问建商是啥，是要创啥？恁这都市计划内底一直有一挂妖魔鬼怪咧欺负善良老百姓，就算讲你协调会开煞，底面同款无放弃咧调查这个代志，对方若是知影，才来讲我的店，目的就是要警告伊，叫伊莫阁查。卡达夫想嘛知，来讲定了遐妖魔鬼怪。啊，你直接去找因就好啊，啥那边来问我建商是谁啦？想嘛知遐妖魔鬼怪建商请的，无人好霸相迎哦。无代无志啊！来关心恁都市计划进度，凡事也妖魔鬼怪，本身就见相啦。你讲对方是啥？这条恁袂绝对要讨得来。我无遐多甲你讲啥啦。是安怎？我是都市计划的议会召集人呐、啊，我只是负责把这个 case 顺利完成。啊，协调会开了了后，嘿后边吼，嘿地要哪分啊？啊厝要哪起啊？啊我这工程多几个建商提着，我嘛唔知影啊。我无想要甲你讲，是因为我惊讲啊，你到时阵啊，迄乌白找唔着人算数啦。爸啦，你先甲当作三岁囡仔，恁这都市计划是一块肥肉呢，想要食肉，想要啉汤，处理进程拢已经讲啊清清楚楚啊。阿哥，恁这工程。要放给多些建商，你嘛拢瞧好势，卖甲定心哦。我甲你讲，我真正都唔知影啦。你是唔惊我知影？你到底甲谁做伙咧交结的？你有咧报伊，才跳过唔甲我讲。爸啦，人来讲我的店，威胁我的后生，你是个长辈呢，啊你唔甲我斗三公，安尼敢对？我唔是咧温暖你啥啦，我是惊你乌白乱惹麻烦啦，我拢替你设想呢，啊你即摆出颠倒咧怪我。我会当卖怪你，你着老老实实甲代志讲互清楚着。你放心，我咧做代志袂牵拖着你。啊，佮有，进前甲俊阿走咧当的，你嘛爱甲交代互清楚。迄起的不只是我，伊的嫌疑上大。人甲俊男阿走，讲你店无一定是因啦，啊，甲建国这边嘛无一定是因，你较冷静嘞，好无？好，你若唔敢斗三工，袂要紧，我家己想办法。按我歹听话讲头前，对方若真正找着，死狗你就莫讲情。你即嘛唔敢斗三工，我嘛袂顾你面子。阿哥，将来我若无说你，挡住你的财路，弄破你的饭碗，歹势，再请你莫见怪。你围观到这么转，你怕是要跟我毙命？我不是要跟你毙命，是这摆人用千门大户来陷你白水皮，威胁我的后生，这口气我吞不下来。你啥拢唔讲？好，我对你有情有义，你对我无要无紧，不要紧，这条我自己处理。是咩人啊？讲张坤茂的店啦、啊。